一半，啊，多一点点，然后照滚水。好，记着啊，老师的吃法，这个里面都是小小的一瓢一瓢，那这个一大瓢就等于20瓢，因为老师怕老人痴呆症脑袋瓜不好，怕脑袋瓜那个血管堵塞，所以他这个叫做血管的清道夫，所以让你头脑不容易很快变成痴呆症了。啊，我都加一瓢，那么多，那么多啊！因为我不要血管堵塞，我不要长斑，懂了吗？没有斑。对，然后接下来先摇这个，哦，对，高蛋白，没记得哈。那你要摇，现在要那个的，啊，我再加一瓢，好，就这样。满满的2瓢，好，现在开始，注意看，这个技术就在这里，要注意看哦。好，记着哦，这个手拿下来要降了，快去摇它3几下，哎呀，3几下，快去摇，10、20、30、40，好，就一直摇摇它3几下，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，够了。那这个呢，我教我先生摇摇很久。我告诉他手要这样子，他一定这样，就马上接快。哦，他一定要用冷水，现在摇他三十下，哎，这么快摇，那这边有这么大的空间，这有这么大空间，好了 ，OK 了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步骤，刚刚第一个倒水，第二个不管高蛋白跟卵磷脂，你哪一个先放都无所谓，然后加下来啊、哦，你看像不像核桃酥一样的？然后接下来呢？对，这个老师只加半包，我怕太甜，我不喜欢吃甜。那这个呢，又可以，这里头有很多维他命在里头，又可以让你有饱足感。你这样一早喝一杯，到下午2、3点都不饿。对。那接下来开始啊，第二步加热水，开始加滚水，记得哈，热水，这样冲下去会很香。这个水一定要烫的。嗯。不是，有的人喜欢吃热的，有的人喜欢吃冷的。那冷的你就不好讲，宝贝记得啊，这样满了，对不对？又下来又怎么样？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63、164、165、166、167、16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63、164、155、1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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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、167、168、159、160、161
吃。好好好好，来来，哇，先喝一下，老师冲了，手套了，老师冲了呀。养生宵夜，好香啊！对对对，老师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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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些可以，先给他喝这个汤，你喝喝看，喝喝看好不好喝？好看吗？不会结块哦，哎，对，没有块，没有块，还要你这么圆。那个胃，那个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胃不好，这胃不好就喝这个，就胃好。来，让女生喝。对对对，女生来，比你比你。来，好不好喝？好，喝完分享，喝完分享。来，老师。好，那两个帅哥。对，干净的哈，巧克力还有那个草莓，草莓，好好喝，来。谢谢了，这个是咖啡。那杯子呢？哈，杯子呢？等下再给你喝另外一种味道。哇，最棒！哇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我给你们，有。